有分寸雨季和寒季，不管你住在甘榜或是在城市里，我们都期待每一次的过季。记得小时候阿爸用双手拨开榴莲的那个动作，期待着厚厚的果肉又是会落空。哎呀，没什么，一起来，是榴莲榴莲不要逼他吃啊！你看他的脸，哇，很爽哦！哦，哎，撒羊嘞！是啊，是你们撒。掉地板了，叫我们吃。可以开多一点吗？哈，来，自己可以开多一点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哦！哎，你开什么来？已经吃这样多，还要吃？哎呦，好吃啊！开多一点了。不可以。好了。